就是去垦丁，然后穿的有点像流浪汉这样子，因为真的披披挂挂太多了，然后也很像也被人家认出来的样子，然后也是哦，他就拍了我一张背后，但是我很不想承认，因为我那个背你知道很壮很肥就算喽，然后那个比例超级差的，是因为我真的很惊讶，因为他在出片的时候呢，我就非常看好他，因为他可爱的不得了，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、啊。我们来看看回忆一下，以前丑女人，再不打扮你会后悔的。太夸张，你觉得女人我最大啊！不管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这个工作，然后性别，你都要打扮一下。如果你不打扮呢，起跑点你就输了。包括呢，小我12岁，我妹妹小我12岁，小我一轮。我还记得，永远都不会忘记的，就是她在上小学的第一天呢，因为我去陪我爸爸。然后他那个学校不好停车，我就陪我爸爸，我爸爸就在车上等，我就拿着便当下去给他送便当给他，他就说姐姐下次你来，明天来你可不可以化妆打扮一下？小学一年级耶，欠揍，就很会以貌取人，有差那么多吗？小学一年级我也遇过，是是是，林叶婷老师，你是一个无时无刻我觉得 24 hours， 你都是哦电卷通群假笑人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他很会假笑，他教我们假笑的，假笑人，对，没有。其实我觉得我也有遇过，以前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，那我们以前家住的比较远，就顺便送小孩就顺便去上班，是是，所以就习惯我老公开车，我在旁边就会化妆。是，然后那一天有一天就是也是一年级的时候，送我儿子到学校的时候，然后他就突然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学校到了，你怎么还没有化妆？”哦，对，那我就说：“妈妈没有化妆不好看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想你每次都有化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化？”哦。没化妆怎么差那么多啊？没有啦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们现在这么忙，压力又这么大，我们怎么可能一直在化妆？要浪费好多时间呢？我们就要请教 Pink 老师啦，让我们快速的解决我们的困扰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焕然一新。今天有几个啊，有几个是应该值得学习的，对对，因为毕竟他们有的年纪轻轻的，有的已经年纪不小了。可是他是这个，他是那种有人就是反正就那样的嘛，他已经找到真爱，他就放弃自己了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真的不行。那也有一直找不到真爱，现在知道这样真的不行。我有整理过呢，有了耶，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。有嘞，是是。啊，前面两位就是我们的模范生啦。我知道他很就是很注重打扮啊细节，他都要贵州的。莉迪亚，你让我很傻眼呢，因为你在当就是少女的时候还没结婚前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邋遢鬼啊。我也记得，我爱洗头，你也蛮傻眼的，爱卸妆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现在出门你会这样 set 到身价？而且我现在好有羞耻心哦，因为人家都会说，我跟你讲，怀孕以后你根本就不用想要漂亮了，因为什么皮肤会变差，然后你怎样也会身材会走样，你就根本不想打扮。就越有人这样激我，就越就是毛起来。我连去对面按摩，而且还不是说大马路信义路，是大安路那种小马路对面哦，我都要化妆还要打扮。啊，这样很好，就是要这样啊。是，可是他在你这个身份的时候，就是还是小姐的时候，对，就是邋遢鬼、啊。有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对，而且你这样子心情也真的很好、啊。会，对啊，我觉得自己心情看了心情也很好。然后，因为这样人家其实大家对孕妇都真的比较宽容，就会说哇，你这样好不像孕妇，然后你就觉得很得意，觉得很开心，有成就感。对啊，我之前。来分享一下好了，我有夸张到什么地步？这就是我跟我的姐妹们约，我们约吃早餐。嗯、这张照片是早上8:30的时候拍的，早上8:30，呀，我全妆到哎，八点，然后几点起来弄啊？其实还好，我动作很快，我大概7:40哇起来，还不错，还蛮快的啊。对，但是因为这张照片真的看出来，真的是早上，因为你看看，哎，跟那个背影，对啊，多重啊，好肿哦，对啊，他又是塑形。一般我们来看看，就是说一般的。普通人，嗯，上班族，嗯，因为我们是这个行业嘛，所以这样讲不准，嗯，可是我们来听听看这些一般上班族，他们上一次打扮是哪个时候？上一次打扮，大家哎，
还记得吗？楼上的同学，是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好记得哈。对对对，那因为我们是工这个行业的，我们必须要打扮嘛。对，因为你看一般上班族，搞不好天天在打扮，就像我们本 team 的人一样，是不是？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请看，你还记得上一次精心打扮是什么时候呢？今天就让特派员茂奇带我们了解真相。5月底。五月底，对。那是什么日子？朋友结婚，上个礼拜吧。哦，上个礼拜。对。是什么日子？就是要跟客户见面的日子，半年前。是什么日子？情人节的时候。哦，那一天的话，你是穿的什么？还记得吗？我那天就是穿，就是一 piece 的 one piece 的洋装。OK。对，然后可能就是头发放下来，然后大波浪粉。嗯，那花多久时间？妆的话可能会再比现在还要浓一点，大概有一个月吧。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穿什么？小碎花长裙。今天吗？今天有吗？没有没有，今天没有。今天是算周上班。上班的感觉而已。谢师宴的时候吧。谢师宴那是多久以前？很久以前。上礼拜周末的时候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那个穿着吗？就是细肩带加牛仔短裤，就这样。还数得出来吗？半年了。那个是什么样的日子呢？要约会。哦，那最近你还有约会吗？那个是太隐私了。每天啊。Every day。对啊。像现在。哦，很久很久之前了。最近是为什么？因为太忙，有时候都戴眼镜就出门了。昨天吧。那昨天是穿什么？昨天就是可能就会穿裙装这样。裙装。对，然后比较亮的上衣。每一天。每一天，只要没有精心打扮就出不了门。就是觉得出门一定要漂漂亮亮的，不太记得了。啊？是很久以前了吗？不太记得了。不太记得了。对。是多久以前？大概。就是不记得啊，记得就会回答你吧。我之前就是喜欢，就是买一次买十件素皮，然后每天就直接抓，就是都不用打扮，就直接穿。我就是就只能这样子了。就是这样子。因为睡觉起来就是差不多要迟到了。哦。尾牙吧。尾牙是半年前的。我的天儿啊！现在的女生真的越来越少打扮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马上回棚内告诉你，简单就能时尚的好方法哦。我们都比较近一点时间，因为你工作的关系。我真的刚刚就是后面有几个画面是我常常看到，为什么很多上班族穿鞋就穿高跟鞋，然后我每次拿个便当或者是咖啡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一手就拿一个小皮夹，是，可他们走路永远都这样。很前倾，不知道为何，然后就是一直这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穿高跟鞋走路都这样啊？因为不合脚吧，或者是不太会穿，对。那为什么要穿高跟鞋？因为可以看起来比较瘦，对。或是公司规定要穿一点点跟，对，走路真的很重要。好，第二个模范生，我比较那个好奇的就是说，莉迪亚还有这个。要介绍除了这个照片以外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带来的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穿的吗？还是孕妇？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讲说，其实大家怀孕以后不要只想说怎么办，我一定要找孕妇装，因为我现在已经8个多月了嘛，我只有买过2件是真的 for 孕妇穿的，所以你现在穿的不是啊，这就是很一般的。小心，就是因为今年很流行，就是很波西米亚的，所以其实孕妇这样看起来好像还好，可是其实肚子很大哎，对啊，就很能装，这个超能装的。但我有买2件孕妇裤，是真的有需要，就除了我上次有介绍裤子可以，就是前面可以那个用那个松紧带。然后有2种孕妇裤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是入手一件的，是这种侧边有那个松紧的，就你可以从很初期可能4、5个月开始肚子大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可以穿，因为它的弹性很大。它是穿在肚子下面，肚子一定要穿，那不会落下去？不会，它就是很贴。然后它的牛仔裤的布料也选的比较薄，弹性，比较有弹性，就很贴肤，很舒服。像我肚子不算太大，有另外一种我觉得肚子再大一点的人很适合，它是这种，对，它是这种，哇，这种比较常见，对，它是把肚子整个包住，可以托住大概到一半的地方吧。然后其他就是我觉得版型就是可以选比较
伞，装箱这都是一般的那个衣服哎，它都不是孕妇的，可是就是伞状。哦。对啊，今年很流行这种，然后就一定因为没地方露了，所以我觉得好像对，露一下肩膀，对，这个很方便。好，微如她其实还不错啊，她一直都有打扮，对，因为你的年纪应该的啊，没有，因为我曾经也有就是糟蹋，就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打扮呢，这有什么打扮？对，她其实你不觉得？你看，就算是运动。他挑的运动服也是要很有型，对，就是不能只是随便穿一件 T 恤就。你看，还搭配内搭，荧光就内外都荧光，因为他个子小，怕被忽略。OK， 因为我曾经有那种经验，就是穿的很普通，但是现在真的是全民狗仔，就路上太多那种被照到，对，然后就会有人就是粉丝们或者是就是其他那种路人们，他可能就看到你，但是他不确定是你，但是呢，他们就会拍了你一张照。片问说这个人是不是你？对，会，对，他就会传到粉丝专页上，然后像我就有收到几封过，然后就传到去确认吗？对，然后就问我说这个是你本人吗？时间好多，对。然后我也有被拍，我也有被拍。他就是说这是你本人吗？然后在便利商店也会被人家偷拍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哇，很危险。然后像我有一次很邋遢，就是去垦丁，那因为去垦丁一定穿那种拖鞋嘛，然后就穿的有点像流浪汉这样子，因为真的披披挂挂太多了。然后呢，也是就是去那个商店里面的时候也是买东西，然后也很像也被人家认出来的样子。然后也是哦，他就拍了我一张背后，但是我很不想承认，因为我那个背。你知道很壮很肥就算了，然后那个比例超级差的，很壮很肥，那也是角度的问题。对，因为他们当然不会帮你拍一个很美的角度，他们就随便那样拍，然后你可能啊这样子，然后然后很丑的样子，然后因为 P 太多，所以你会看起来很壮。所以后来我就答应自己说，以后不管怎样去哪里，就至少要穿着体面一点，然后就是要穿的好看一点，就连什么下飞机啊，什么去户外什么，都一定要再穿好一点这样子。有这两样神器，出门就有好气色。今天我想要用非常简单的两个产品，两个让它气色变得非常的好，真的。对，而且还可以顺便微整形。哇，真是厉害！然后就只要一块，但是完全的底妆，发光哦，这边就好看。我真的很惊讶，因为他在出片的时候呢，我就非常看好他，因为他们俩也是一个团体，然后非常的可爱。哦、对呀、啊。然后两个人都好可爱哦，又会唱又会跳，可爱的不得了。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、啊。虽然我们很熟了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啊。我以为就是说、哎、不好意思，他来录影，每一次来录影他都是这样子来。但是他会因为主题而换衣服，或者是化一点妆，弄一点造型。但在后台都是这样。对，可是我现在就是看他的 FB 追踪他，他还是这样子，真的在拍照，吓死我们！来看看回忆一下以前的他，以前他多可爱，好正哦，高手年代有没有？哇，正翻了！哎，这个多久前啊？那个2009，对，09年。好可爱哦，哎呦，好清新，而且身材好好。再来初为人妻的时候是多久？2009年出片，然后这个2012年结婚，四年前后结婚，对，好，出道四年后结婚也是很可爱，没变很多，到现在啊，人生呢？没有啦，那个左下角那一张是两个都生病，我带他们去看医生拍的。你比较像是你生病啊，他们姐姐三个都生病啊。哎，这样子很容易感觉，如果你老公跟你去，很像老公带着菲佣，然后背小孩出来，因为他很黑，像不像？然后头发又没有造型，其实当妈以后真的更难白了。因为一直在外面，小朋友会在外活动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可是这样，老公会不会觉得被诈骗？因为以前结婚的时候是长这样，结婚前怎么结婚后变这样？他应该不敢讲吧？哦，但是真的，我昨天很晚的时候收到一个，就是粉丝有寄一个 message 给我，他说：“哦，以前你好漂亮哦，现在怎么看起来那么以前憔悴？”我说：“你听得好崩溃哦。”
没办法，因为他们连香水也不敢用 ，lotion 也要很小心，对，然后保养品也是，更何况这种彩妆品，彩妆品他怕小孩会吃到，真的会影响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如果不是，我觉得如果今天要化妆出去的话，一定要补妆。那你有小孩带着小孩出去，不可能，对对，就是我宁愿这样子，我也不要。可能那个眼线呐、啊，可能晕开了，变到这里，然后晚上五点回家才看到，这样不是更崩溃？也是，其实它本质还是很漂亮，对啊，皮肤很好，皮肤很好，对，没有化妆，然后真的真的手也很细，露出来的锁骨这边的线条也还蛮有女人味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她只要挑一些衣服是比较让自己明亮的，其实她还是可以找回这样子明亮。可能很怕小孩扯他的衣服，说妈妈我要喝奶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明亮的 T 恤，明亮的不怕扯的，对对对对对，颜色上可以。是是是，那就交给你哈。好好。然后那个 Pink 老师，你也可以这样快速给他弄一下嘛。可以。来来来，请找一下。耶。好，我今天就是因为像妈妈平常出门的时候是真的很麻烦，而且尤其像维琪又有两个小朋友，那我其实今天我想要用非常简单的两个产品，两个让他气色变得非常的好。真的。对，而且还可以顺便微整形。变修容这样，像最近出这种双头的颜色，其实很方便。这什么？双头的遮瑕笔，粉底遮瑕笔。像我那个白色的部分，我会选择在我们明亮 T 字部分立体的地方，我会直接做，我们就直接画 WiFi。好好玩哦，这小孩会喜欢。直接就哇，对，就是直接在。需要提亮的地方，像这种眼下下三角，哇，这下唇好重啊！对啊，这样蛮……其实这个东西你只要薄薄的上一点，我们等一下会把它推开就好了。但其实，在画 WiFi 的过程中，其实小朋友就会很亢奋，对啊，会吵你。然后侧面也可以做 WiFi。哦，这边就用深色的，对，深色的去做修容。哇，好妙啊！顺便说，双下巴。哇，因为我们东方人鼻梁也是比较没有那么立体，对，然后这个就可以直接从这里下来。非常简单的地方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三八纹法令纹的时候，这个嘴角的地方，就是想要哪里蓬的地方就用白色，对，你想要蓬的地方就用白色的，然后就直接一块很黏，非常的快速的把它推开。把 WiFi 推开，先推浅色是吗？对，其实这些步骤你都可以叫小朋友帮你。我觉得两三岁最爱摸你的时候，这样真的。然后我们再转一个面，把阴影的地方打一下。先上完粉底液之后再上它吗？好亮，就做遮瑕。其实直接就直接把它当粉底用。对啊，好亮，就薄薄的，而且那因为它皮肤好啊，可是有的人有斑的，有的人有痘子的，黑眼圈步骤或者是黑眼圈的那个步骤要。像黑眼圈，刚才我就已经有先在眼下提亮了，所以它基本上颜色上不会像你看现在左右脸就差蛮多的颜色。嗯，好亮哦。而且比较立体，真的。第二个，一样是粉条式的东西，但它也是腮红条。那我们只要用轻拍的方式，粉条也比较不会掉，对，妆感就比较不会掉，也比较持妆啊。然后一样就把它拍开，你这样气色好很多，好好多，对啊，气色好很多。最后只要把蜜粉刷上去就好了。就有自然透亮的韩系底妆，真的耶，好亮哦！你看一下，遮住，这是完成的底妆，发光哦，这个就很对，比较分一半就会看得出来，真的好自然，没妆了，当然是完全没有妆感，但是其实就是你出门也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你好气色的一面，真的，而且比较不怕会一直脱妆，对，很薄啊。
而现在很多很多这种年轻的那种妈妈，她为了没有时间，她就自己去种睫毛。对，就是我。很多就是对，因为她想要有眼神。对。可是因为你整个脸都是素的，气色又不好，然后皮肤突然有两片很长的睫毛，是真的很怪，对不对？对对。然后现在这样就成立了，你就会觉得一切合理了。对对。又不用浪费你太多时间。其实最后只要上一点点唇蜜或护唇膏。哦。其实就够了。就有差，气色好很漂亮。那对整体造型上面，我们就要请教这个好林玉婷老师，帮我拯救一下，帮他找一些比较亮，没有也是要可以抱小孩，也不会穿帮哦。然后也是可以让他亮色系之外，也要有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Call Me， 哎 ，Call Me 的问题就是哈，我每次看到你的那个网站啊，我都有一点。不懂哎，为什么？其实你还蛮正的，为什么你又把自己搞得那么邋遢？但其实我觉得我最近有打扮哎。对，你刚刚有讲，你刚刚有讲，你这样已经是帅。对，我已经算是有打扮了，因为打在哪，扮在哪？我穿洋装。我们看，而且你要对我因为我是单身嘛，所以有时候只是要下山去吃个饭，我就不意外，就是我要下山吃个饭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化妆就会很麻烦，再加上我觉得很多人看到我，他们都说我不要化妆比较好看啊，没有，真的，谁告诉你的？因为我的头发其实现在有接发，非常的长，那。天气有点热，所以如果我把它放下来，会觉得很热。那我就会用。可你后面整个年纪很变很大。没有，这个鲨鱼夹，鲨鱼夹，没有哦，我鲨鱼夹也不灵不灵哦，不灵不灵。我都有做挑选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夏天真的很多人是这样走在路上，尤其中午啊，我们出来就是在公司附近出来买饭的时候。哎，真的很多人觉得我临时很热，我就怕脖子流汗，然后闷着。像我们长头发这边都特别的热，对，那就会。其实这样的发型是现在还蛮常见的，而且有点就是，而且跟小扣想的一样，说我特别挑了一个有布灵布灵的发夹，好丑哦。这样子也 OK， 也蛮正的啊。你看我真的还真的挑选洋装，但是也是有问题啊。你有盲，对，真的，我觉得这已经是个人 sense 的问题，因为他讲不听，对，他一向讲不听啊，那怎么办？他就是跳一个另外一个，没有做，要做实验给他看，哦，就做实验就是这样子先拍下来，然后改变以后，然后就那就是我的 before after， 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你不觉得他每次 before after 他才会？改对清醒就一棒打醒的感觉。今年流行这样很多这种，就是金色系，然后这种都是擦一擦就好。好美哦！上面可以很多种这种金色系的发饰在这边。第一个造型，对，做点造型嘛，但又很简单。你要蝴蝶结啊？对。他现在头发真的很多，如果你一个马尾，其实就刚好是把它这样绑住。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穿这个有一点浪漫的衣服，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比较就是上面是二，下面是一的成分的那的发量的那个公主头，上面比较多，上面比较多，对，然后也是松松绑。那今年的发型就是不用太梳的太亮。也不用绑得太规矩，你就用一般的就是不要绑便当的那一种橡皮筋就可以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年就很流行，就是头发很多很亮色系的金色系的那个发饰。来，今年流行这样很多这种就是金色系，然后这种都是擦一擦就好，好美哦，就很简单。所以我觉得像头发很多，或者像他这样子，就是绑一个马尾，或者是绑一个公主头都可以。那就是上面可以很多种这种金色系的发饰在这边。第一个造型，对，做点造型嘛，但又很简单。不要蝴蝶结啊，对，不要不要不要。特的剑吗？对，就这样一个。一个对，有一点点，小扣一定会觉得像太单调。对，我刚刚说到这个，还有万箭，还有万箭，万箭穿
我会让它很多。你看这边，刚刚这里有一个，然后这边再插一个。他喜欢插很多，像对对对对对，慢慢插，是那种我喜欢古人的服饰品，就是他在卖的一个。然后我头发的那个很有条件插很多。现在真的可以，可以擦很多，但是色系要一样。搭一下，哦，我觉得我要擦个唇膏哈。我觉得他这样擦，你要擦的都多了。那个来嘛，用坏那个来。对呀，湿鞋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像今年也有流行一些发箍。如果他不想夹这么多发夹，比较想他想再加发箍，可以加发，就是有发夹就不能有发箍，有发箍就不能有发夹。对，所以他像他，我觉得他今天比较适合就是这么，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发饰都是金色系的在头发上。如果他换发箍的话，他就要把这些小发夹把它拿起来。如果要这样的话。当眼罩对哦，大趴的来了啦，你喜欢的花来了，哦，把它往后梳是不是？对，全部吗？老师，对，把眼睛挡住，就当眼罩适不适合？我在家的时候，我反而都会用发箍把自己头发的刘海把它绑起来，然后你后面呢就可以比较。很简单的把它绑起来。怎么一个萧伯，你搞那么久啊，老师？没有，我就给他几种建议啊。那他会听吗？会会会。我改天就多别几个饰品在头上。嗯啊，没有，犯错的结论不意外。老师，你真的很有耐心。你看他这样子，他这样就是不要那么多头发在刘海，他就很干净。他这时候还要用这个。也可以让它有一点法式的概念。万箭穿心又来了，对，好看哎！真的素颜的时候用收干净的比较好看，对，就是不要太多东西，真的，反而这样会比较好看。简单的马尾，只要利用可爱有型的发箍和法式点缀，看起来就很卡哇伊，说不定转角就遇到真爱喽。那我们来看看威奇，威奇妈妈。好不一样的感觉，这个风格哎。然后，其实我帮他配的就是，就是比较不会，就是说，因为他现在还在喂母奶嘛，所以可能胸部就会比较大。但是如果你穿很浅色的话，就会觉得白色很亮，面积很大，所以就可以搭配一件这种小背心，让它有点造型。可是这个材质都非常的舒服，对，而且很凉，很凉哈，因为它下摆也很。浪啊，对，然后它可以这样子多层次的搭配，然后这一件是一个裤裙，它是裤子，对，是裙子，所以你可以伸下来，对，不会怕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手帕的部分，是因为今年很流行，对，小孩喂奶的时候擦口水，对，有时候你当造型，然后小孩需要用的时候，你就给它拆下来，因为像你也可以把它这样拆下来，然后你可以带一些。不一定要很珍珠的项链啊，像这种有一点这种森林系风格的，也会比较有味道一点。然后那比如说像它就可以搭配，它也可以这个，比如说它发带，妈妈现在都很怕头发在旁边嘛，对，那它就可以戴这个发带，就是今年夏天就是可以戴这样的发带，就是这种你怕热。但是又可以有一点造型，就可以遮住那个哎，对，因为我头发开始变少了，就有一点那个掉下来，掉发换那个换发，因为大概孕妇发，因为孕妇她大概这半年她会大量的掉发，掉超多，对啊，可能一摸然后都一把，对啊，所以我原本在想我是不是要剪刘海。是什么？把它遮住，对，现在用发带就可以了。用发带，对。然后像妈妈就可以走这样路线，可是又很有型。然后你在搭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妈妈包，对，比较大的袋子。然后你这样子的话，就有时候抱小孩啊，然后小孩东西都丢里面，其实还会蛮有型的。那像这种款式之外，我觉得也有一些比较，也都是。蛮适合现在维奇刚生完小孩可以穿的衣服，比如说
像这种都是今年流行裤裙嘛，嗯，然后这个裤子哦，对，这都裤裙，那你就可以选择这样子的裤子，然后你如果穿脱方便，穿脱方便，松紧带，那又加上他如果要蹲下来帮小朋友拿东西，又不会因为说穿裙子穿帮，对，然后或者是像这样的百褶裙也是穿脱很方便，但是又不会像一般的裙子太就是容易穿帮，因为它也是还蛮有型的，就算是六小孩。打扮也不能随便，快速底妆添加好气色，宽松的森林系打扮让你变成时尚妈咪。好呢，接下来两位实习生有没有什么要叮咛的？不用讲，两位来干嘛？还有一位Anita 是不是？你好 ，Anita， 你在我们公司上班啊？我是什么部门？你那部门只有你一个人吗？没有，我是节目部秘书。节目部秘书，秘书，所以你是你一个人在一个秘书室吗？你都没有同事吗？没有啊，我跟他们大家一起在同一个空间。那这已经是你有打扮过了吗？就每天就很舒服的就可以出门啦。只是他们都会说很像孕妇装，就是你的想法太大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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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好适合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也可以当秘书的意思吗？秘书很火辣，对呀，好难想象。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我住永和，然后只要有人来永和，那怎样？永和也是啊 ，Listen to me， 因为只要有人来永和，都会想要叫我陪他们去逛夜市，豆浆，对，喝永和豆浆，乐华夜市。那逛夜市就离我家很近，我就不用打扮，我就只要短裤、T 恤、夹脚拖，我就出门啦。那如果人家说，哎，那鸭妹讲，哎，你也无所谓。就嘿，然后就合理呀，合理合理合理呀，我没有在怕的啦，因为她跟她男朋友已经很多年了，对啊，我就是已经被定走的那一种，对，那你男朋友也无所谓吗？她男朋友一天到晚都去钓虾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钓很久，很久都不回来，时间太长了，会不会是断背山啊？他宁愿看虾，也不要看虾去钓，因为他眼睛会瞎。是是是，安踏也是吗？有男朋友了？有。你看，这是一个病吗？原来有男朋友，就是要这样穿才有男朋友。不是，因为有了男朋友，这里还是重点了。你反过来了。对，因为要像薇如这样穿，就会有很多桃花。桃花。那像亚美讲，就是要告诉别人不要来追我了。对，我名花有主。那安排是是吗？是啊，就轻松就好啦，就是不用。那万一？如果男朋友看到薇如这样的女生，然后他就说好辣哦，然后就多看几眼，那我就再改哦。你说他看了，对啊，看 OK， 我会跟他一起欣赏啊。你不会怕说他就想去追这样的人吗？不会啊，哪里来的自信呢？你好有自信，我跟你学习。你说你已经生了小孩也就算了，可是两个又年轻，对啊，最后哦啊，亚美讲跟安妮塔互换是不是？最后她说她男朋友结婚的老婆不是她，好伤人哦！然后又交往这么久，因为对。他要娶的是新娘，是老婆，不是老妈。哦，对对，漂亮的。他们本来以为穿这样的可以遇到真爱，但是没想到新娘不是。是不是我们在刚交往的时候也有努力过一番，后来想说啊，都交到了，那就算了。是，通常就是因为第一就是在一起太久了，已经没什么火花了。啊，第二就慢慢慢慢就懒了。对，还有害怕就是说浪费很多时间。对，今天就是快速的帮你们变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其实像亚美讲。他很懒，他也可以选对衣服，他也可以一件衣服就出门。对，然后但是还比较有型。是，那以后我的乐华夜市的服装就靠你了。那安妮塔就交给这个 Pink 好不好？来，近期有去韩国进修，他们最近不管走到哪里，女生就一定会有偏橘红色的眼影。眼影是眼影哦。对，今天想要用海鸥式的画法。是一个像 M 型的眼线。韩国最夯海鸥眼线成果下段揭晓。像他 Anita 这样子，他就是其实平常只有底妆加眉跟眉毛就出门，但是其实有时候小小的眼线就可以让你更加的有神。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Doctor？没有哎，就是你是说什么科的？不是新的哪一个年纪新的哦，不是真的医院的 doctor， 是小里面也是 doctor 啊，对，但是它里面
就是其实它就是有点类似上班族的妆感，可是它又加了一点眼线，但它眼线其实有一点比较小心机一点。那其实我最近近期有去韩国进修，去韩国的电视台进修，然后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就比如它的画法也是有点不一样，然后像。他现在还是流行，其实他们最近不管走到哪里，女生就一定会有偏橘红色的眼影。眼影是眼影哦，对，我们是腮红，我也是。没有，他们就很喜欢橘红色的眼影，怎样就是会在眼周有一点点红红的这样子。所以今天我就想要用橘红色的眼影去帮他做眼神的提亮，跟加一点特别的眼线，这很显色哈。对，所以这个手在搓的人都会啦啊。对，因为它基本上属于是霜状，它基本上属于霜状的眼影，所以其实跟一般的粉状不一样，是它。也比较持色，然后也比较容易上色，而且就是我们不会画的乱格就好了，对，就是画在那个折痕的那个，只要在折痕内，我们先用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是单眼皮呢？单眼皮对啊，单眼皮就整片腻。讲到这个东西呢，就要来靠眼线。对，因为其实像妮塔她其实张开眼睛平视的时候，好像也是有点。有一点内双，但其实内双跟单眼皮啊，就是最可怕。我们平常常遇到就是可怕，必须要画到超高。哦，对对。当然你张开之后，超过那个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对对对，全部都吃掉这样。所以我今天想要用海鸥式的画法。海鸥。对，像这样。海鸥就是这样。哦，就是有是不是有 W 有蝶？就是一个。像 M 型的眼线，去画他的眼睛，好妙哦 ，M， 对 M 型的海鸥式眼线，这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眼球的正上方，好，这是闭起来的眼睛，哦，往下看，哦，这手抖的人很好哎，对，就刚好 M 型的。就在眼头可以细细的带过来之后，然后往上画高一点。然后下面就跟着中间眼球的地方，就跟着睫毛的根部画好，然后再凸出来，然后再高上去，对，再高上去，哦，哎，好特别哦，再往下走，这样眼睛会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你的第二是它的双眼皮折痕也不会被吃掉，完你还看得到那个折痕，可以看得到折痕，这里我就已经稍微往后拉了，只要平拉就好了，好的，不需要太多，然后我们再。边际线再叠一次眼影，晕染掉它的颜色，自然一点。然后我们可以在眼球上的时候，就选择偏肤金色的珠光的打亮，提亮眼球。哇，好立体哦，好看呢。楚楚可怜的眼睛，眼头再打亮一点点。用什么打亮？刚一样的肤金色的哦，肤金色。然后睫毛膏刷一刷就够了。好的。现在出那种睫毛膏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？怎么了？它就长这么细。对，它就是一个毛有有有。对对，它就非常的方便。是，就是比较不会沾染到。有一些很细的毛都会被刷到，都会刷得出来，因为。有些女生比较大辣辣一点的时候，就会沾到，对，沾到眼皮或是。可是这个蛮细的，最后其实只要一个像类似这种有点带颜、有一点颜色的护唇膏，啊，好可爱哦，蛋形的，像这样几辈子啊，这个很难用，对啊，现在很多小女孩很喜欢，大家对于不想有太多妆感的人，这个东西真的很方便，它可以顺便提升你的气色，好。A 一下 ，A 一下 ，A A A 对，真好看。对啊，又简单，又要看一半一半，对，一半一半一样。有有有，完妆有哦，没有眼线，眼睛变了，就是眼睛的部分。而且其实刚才那个眼线，其实你们看它这样子，完全是自然的，它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 M 型的眼线。对啊，阿妮塔以后都要这样来上班了。海鸥眼线加上粉红色眼影，楚楚可怜的大眼睛，同事都会更喜欢你。
而且现在我们真的要看一下美妆吗？它真的差很多吗？差蛮多的吧，也是一件衣服就好，你不用太多件夜市的 style。来欢迎阿美。没有，你看。跟刚刚走出去的 style 都不一样了，对，哎，我觉得他真的有瘦，哎，什么时候要？他瘦的瘦很多，还没到不成人形，我要瘦到不成人形。哎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已经不承认。没有，我是说你跟比赛的另外一个人还没啦，真的吗？还没有到。哦，没有哦，红糖也瘦了，红糖也瘦了。哦，所以是还没开奖，那个还没有瘦很多。谁 cue 到你？其实我觉得亚美讲的问题就是她有时候会有懒这件事，所以其实你看啊，她的妆也没有什么改变。可是有把眼镜拿掉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就是，其实里面就这样一件很简单。很简单的洋装，然后它也就是不会说像你那个还两件事，一件上衣，对，还一件 T 恤，一件裤子。那你那时候可能你如果你的腿型又不是很好看的话，直接对，就直接遮起来，蓬蓬。而且我发现这样穿比例更好了，因为它是上短下长，对对啊，比例更好。如果你要有型一点，像今年夏天，这可能。会蛮热的，所以我建议他不要穿。可是今年还蛮流行披呀，披是防晒、冷气啊，或者造型这种就是气场，披上去气场就来。我觉得这种度假型的洋装，然后又是整个是纯棉的，很舒服。我觉得，而且其实我很喜欢穿这种衣服啊，去逛街或是逛夜市，原因是很容易。对，你在试穿衣服的时候其实很方便，你要试裤子，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穿。对，然后你要穿上衣，你整件就啪一件就下。真的，真的，对啊，所以你这样试穿衣服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脱很多件啊什么的，很麻烦。所以像懒人，我觉得洋装真的一件，这个好，这个一件到底这个。然后像他也可以穿这样子，就是也是一件拢下去就好了，可是还蛮有型的。那如果你要让自己有型一点，你就可以配一个，对，配一个白色的。披肩，然后去让它凸显出你的型出来。那如果你在要有更有型一点，你就可以戴戴帽子啊，因为它是帽子头，好看呢。对，就可以稍微有一点，这么好看，对，更有型。就以后整套就在我夜市这样走，这样太有型了，有点是蚵仔煎，有没有？对，真的很像观光客。有观光客，当那样不要那么有型 ，local girl， 对对对。老师，但是我有问题，像 Pink， 你也帮我回答一下，比如说。他的头发就我们所有的人当中，只有他染那么浅，所以他更要打扮跟化妆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气色，因为尤其是他现在发色是黄的，嗯，所以他很容易脸看起来更黄。他刚才坐我旁边化妆，然后他只有打底，还没开始画眼线的时候。有一点像死人，因为我的唇色，因为我缺血，我就是那个比较没血色，那个整个是白的，你就会觉得，没错，他皮肤真的还蛮白的，可是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你超没气色的。所以每次如果在外面的时候，然后比如说在吃饭，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补唇蜜，然后就有人说你怎么那么爱漂亮，一天到晚都要补的原因是因为我如果没有补的话，就是看起来没血色。可是你这样更要打扮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，如果你哎，你这样子是夜市，但是如果你说啊，我突然要去夜店，那你就夜市拼夜店，对，就是稍微有一点。为什么那个包包就可以去夜店？没有，凭什么？就是有一点型啊，有一点型一点。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可以吗？或者像这样子啊，也可以，就是或者是。突然的，本来在永和说，哎，来忠孝东路一下，被抠出来的时候，马上就是换个配件就可以出门。对，One Piece洋装绝对是懒人首选，无论是逛街、试衣或度假都很适合，增加配件又可以出席重要场合，真是很完美呢。今天呢，老师介绍的东西呢，在哪里可以买得到，上我们网站就清楚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